活湖之滨，美食之乡。江西自古以来就有鱼米之乡的美誉，拥有优质丰富的淡水资源，美食食材也格外丰富。尤以河鲜、湖鲜为玉盘珍馐，引得四方食客纷纷前来品尝。鱼米之乡的婆湖人，在漫长的岁月中将烹鱼的技法臻于化境，在旺火炖煮的奶白色桂鱼汤中加入韧性十足、润滑爽口的江西米粉，将米粉的清香完全融入到桂鱼中，鲜嫩的鱼肉配合爽滑的米粉，再来一口鲜美的鱼汤，一份美好，一份幸福，盈溢在唇齿之间，令人回味悠长。